7-Eleven 三种夜市小吃。搞什么搞什么？阿行，马阿婷，今天我们来试吃台湾夜市小吃，好特别啊！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夜市小吃。Magic， 这个完全都没有靠，我忘记把它变不见了。Magic， 这个完全没有靠后置，毕竟我也是一个见习魔法师，我在3年我就可以当上大魔法师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准备了在便利商店12款，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系列，叫做台湾炒好吃，不是炒好吃，炒好食，它就是一个有点台湾国语的一个系列哦。这一次呢，准备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大家不说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一次呢开的东西12款东西都跟台湾的夜市都有关哦。这个是我昨天是剩下来的，我忘了冰冰箱。我们先把我们的猪血糕放在一旁哈。这个夜市的台湾的夜市，比较经典的小吃，你的印象是什么？香肠啊，香肠还有什么？有香肠就一定有米肠嘛，对吧？有米肠就一定有什么？一定有蚵仔米刷，有蚵仔米刷一定有什么？有葱抓饼。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呢，今天通通都有。是的，他们把它做成饼干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可乐果香肠口味。再来，刚刚讲到米肠嘛，对不对？可乐果米肠口味。你手上那个是什么？刚才那个米雪糕，哈喽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试试看，就是这两种口味有没有不一样。这个是放过夜的，这个是新鲜的。刚刚讲的蚵仔米烧在哪里？蚵仔米烧啊，点心面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今天来准备了，没有红豆冰都有。你要是热的吃腻了，连冰的也有哦。那旁边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很经典的，这个是波得多，它的口味呢是铁板牛排。但是这里真的是全部都是夜市里面的东西哎。其实有一个东西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一直都没有卖，我希望它以后可以卖，青蛙烧蛋。这个东西真的是只有在夜市，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夜市还买得到。所以是青蛙炸弹口味洋芋片啊，可以做成饮料吗？可以直接做成饮料吗？好，刚刚饼干口味的讲完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饮料，草茶、乌龙茶，再来一个。另外还有这两个，看起来包装好酷哦，它是贵妃荔枝，然后你看杨贵妃在旁边，这个头上这个是世家吧？你骗我是荔枝。另外这个恐龙凤梨。凤梨啊，不是孔融让梨，他让的不是凤梨，好不好？他是凤梨啊，这个是凤梨海盐啤酒，哎，它是啤酒，那我这应该也是啤酒，两个都是啊，水果酒。好，那我们先把那一跑，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慢慢看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香肠，香肠，果然说到台湾香肠，果然是要看香肠，国外没有就是香肠这种东西。有，但是他们都是味道不一样，味道完全不是台湾香肠的味道。台湾的香肠要很重那种高粱的味道啊，哦，有种高，那是黑猪肉香肠那种感觉。对，我们先来看香肠，香 ，magic， 完全零后制，就像平常的可乐果，颜色稍微深一点点，我觉得它的颜色稍微深，闻起来呢，好像。高粱香肠哎，有像哎，完全一模一样哎，我不知道你们闻不闻得到，我是智障吗？你们闻不到？这有像吗？自己好像哦，那个我来吃，它有点高粱的味道，我觉得有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可乐果的味道还是占大概80%，我觉得，然后20%你稍微咬碎完之后，那个香肠的味道就会飘出来，但是闻起来的时候，那个100%没有可乐果的味道，都是香肠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点甜甜。这个是那种，就是你改变了味道之后，感觉算是很好吃的那一种。嗯，我们今天来帮每一个来评个分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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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以这个做特别味道来说，这个是成功的。因为经常很多厂商做超奇怪特别味道，真的做的很特别。我们可以来开一个一般一点的东西吗？这样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边喝东西一边吃东西了。接下来是米肠口味，噔噔，哎 ，magic。Magic， 我的魔法真的是越来越熟练了。这个是米肠口味，它的颜色看起来淡一点点啦，跟刚刚的比起来，左手是香肠口味，右手是米肠口味，的确肤色看起来比较白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喽。いただきます，闻一下，有像米肠。有像米肠那个外面那一层味道，但是那个烤过的味道有一点，对，但是口感就是可乐果，但是会产生一种不协调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刚刚香肠我觉得还好，但它的味道是像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是这样子，大肠包小肠，然后你把它卷在一起，哇，原来是一个大肠包小肠的概念啊！买一包不行，一买就要两包一起买，刚刚好哎。
是刚刚好哎，没有没有在假哎，刚刚好那味道，好夸张哦，这两个加起来完美。嗯，米肠这个不能单买，这个你买米肠一定要加香肠。香肠，的确也比较少人直接吃米肠，大部分都是大肠包小肠。哎，这两个加在一起无敌耶，就真的就是那味道。可是米肠单独吃的话，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奇怪。那我们先来包米肠皮格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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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大肠包小肠呢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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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！再来，今天帮大家准备的第三个呢是米血糕，嘿，洋芋片，是的，米血糕洋芋片。我们就来比对一下，这个是一般的米血糕，马天叔叔手上的那个是米血糕洋芋片。老实说，有一部分的外国人不敢吃米血糕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血吗？对，因为是血，而且还翻成英文之后会，就是名字听起来有点变态。就是你听猪血糕、听米血糕的时候觉得还好，但是你翻成英文的什么 pig blood cake， 听起来，老实说，我听了我也不敢吃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，好特别哦，闻起来的味道跟一般的洋芋片香菜完全不一样，它有加香菜，说好不能加香菜的。你跟老板说，老板，香菜不能加，你自己挑啊。请问一下，这香菜要怎么挑？有可能好吃耶，干燥的香菜跟新鲜的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看喽。一打开电脑，哎，米血糕哎，你看，没有香菜的味道。为什么这两个东西吃起来是一样的？那个香料杀的很特别，真的刚好哎。那我味觉怎么了？完全一模一样，再吃一个，你感受到神奇的味觉冲击。好吃哎！它其实香菜味道偏淡，它还是有点淡淡的香菜味道，我还是我会给它扣一点分。没有道理，但是它真的是什么黑科技啊？香哎，对啊。然后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，再来第四个，帮大家准备的是俄阿米刷点心面。魔法用的有点多，有点累，有点冲吗？再闻一下好了。说鹅阿米刷，你有鹅阿的那个味道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稠稠的味道。没有鹅阿，哦，它不是，不开，稠，等一下，没有，倒退，不是。再来第四个，为大家准备的是大肠面线点心面，嘿。累，要吃点东西补充吗？大肠面前最需要的东西呢，就是有大肠的味道，跟那个狗狗的感觉。闻起来还像点心面。吃起来有点面线的感觉，可是它那个口感是脆脆的。我觉得有那个卤那个大肠的味道，卤味的感觉。对，有那种，它没有到前面那个热狗跟米肠那个到吃下去就知道，哦，这一定是热狗。这吃下去可能要猜，因为它的味道很复杂。等帮你评个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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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个，帮大家准备什么？那一点饮料好不好？有点口渴了，先来一个夜市也许会见到的青草茶，台湾味，无糖零热量。OK， 我来喝喝看这个青草茶。还有这个喝的是乌龙茶文山包种，跟平常的有点不一样。文山包种茶是不是？对啊，好，是新的。那我来喝喝看了，那我就可以直接灌吗？对啊，好吧，给你啊。怎么样？会很苦吗？其实我有去那种中药铺，我不知道算不算中药铺，就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中药小铺，然后他就会自己熬煮一些青草茶啊，什么茶、什么茶、什么茶之类，我会买。它喝起来味道就跟那个一样，一样吗？所以是金材石料吗？真材金真真真真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材实料，但它喝起来的味道很像，就是那个味道。这喝这种就是感觉不会有负担，还降火气的那一种。这个也是无糖，三个都是无糖的哦。对啊，三个无糖系列配这些洋芋片啊，脆脆的东西，是会让你心里安慰一点点。来评个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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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评我的，你评你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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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这边还有一个铁观音，我顺便喝一下。它是木栅铁观音，哎，动物园在木栅，对不对？说的好像我只知道木栅有动物园一样。这茶味好像哦，
什么叫好像茶？不是，它好像那个你外面去手摇饮料店买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，好猛哦、喔！这个我也评个分。噔噔，好，可以下一个，剩下两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后吃冰，我们先来吃铁板牛排。为你呈现波浪状的，来喽。就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黑胡椒口味的波特多，就是很像那个酱，黑胡椒酱啦，就是牛排那个酱的味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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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分。好，今天的最后一个，我们来吃点心，还要来吗？哼，对你的头啊！说好不踢馆呢？最后一个。这个是方块酥，它就是方块酥。这个是很经典的吗？哇、哦，好香哦！哦，浓浓的那个红豆冰的味道，很有那个就是甜点的味道。嗯哼，吃吃看，一道 lucky mas。哇，红豆炼乳的感觉。平常这种饼干，这是饼很多，料很小。它反过来，对，料超多。你看到厚厚的部分全都是馅料。好夸张哦！这个很可以哎，这个配甜点很好哎，超棒，超级棒！吃冰淇淋可以加几颗，你就在上面，对，然后一边吃冰一边吃这个。好了，饼二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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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天的12款在便利商店可以买到的夜市小吃，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我希望宝宝会喜欢今天这集。说话不喝酒的，试试看啊。大人啊，来点厉害啊！对，干杯！你确定？你再说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干杯！啊、哦，不要不要干杯！小酌一口。我这个是很香凤梨的味道，荔枝它就是啤酒花的味道，没有荔枝味，有骗你的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我不喜欢喝酒。这个酸酸甜甜的，你再试试看。喝酒只喝酒当然不行，那要干嘛？配小菜、哦。对，你再这样。配夜市牛排。对。你要先吃，然后再喝。你不觉得一个人晚上这样很好吗？我觉得好可怜哦。不是啊。啊！我不行。平衡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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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，因为我们不懂，5分。All right， 今天的夜市小吃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希望宝宝们会喜欢今天这集阿本手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。也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，如果你有去试吃过的话，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款？那么我们下期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不要剪进去哦，会生气哦。